抓一个，然后就是。谁放成这样？哦，你想说吗？这边上。来哦。看到啊。怎么了？谁？当年的小屁孩现在已经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对对对，美如鲜花，美如鲜花，但是旁边又香臭如牛粪，哎呗，哎，好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等一下要来这个跨年交换礼物哦，交换完礼物之后我们会玩一些游戏，所以今天温网开台不好意思，不过待会呢，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礼物要来送大家，所以到底今天大家送的好还是送的不好？就是送不好就直接干掉他就对了，好不好 ？OK。不要，好了，哎，怎么又来了？不行，你们怎么戴那么怂的？是哪里怂？哪里墨镜、啊？是几零年代的啊？这哪是墨镜？这是黄色的。因为这是绿光镜啊。哦，是绿光镜哦。什么怂啊？北七哦。看起来很怂啊，可因为你年纪大。你戴。你看，你照。对啊 ，OK 啊，什么怂？你戴都很熟。什么？我戴很熟，我戴还有可以，好不好？太夸张了。有吗？听得到吗？声音会不会爆掉啊？声音不会爆吗？你说苏卡女神，你看，然后现在苏卡变女神。对啊，苏卡变女神。你出了国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出了国就没了。这边已经没有你的女神的位置了。我已经没有了，我已经逊了。是不是，你逊了怎么办？我已经不是女神了。对啊，麻将啊，麻将。她已经不是女神。麻将也是。是过去的女神啊，她是2020年的女神，电玩女神，我用气功这样，危害听众攻击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然后还说你怎么看起来变得比较有那种成熟气息，结果你马上破功，我跟他们讲，这边哦，你刚才想说，然后称赞你成熟气息，你一个背对就破功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不好？暴力依旧。好了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待会这边的话就是要来抽奖哦，所以各位观众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准备一个真的很棒的礼物，我真的精心挑选。那东西呢？我觉得，跟这边人比起来呢，我不敢说100分啊，但至少我觉得也是80分以上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知道我们规定是250块的礼物，但是有人买的买这个刚好擦边球啊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是，我买500，诚心，我买了快破千，一张小朋友，哎，是不是？快！好了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我不知道那声音收不收得到。他说要交换礼物了吗？他们都说你是女神哎、欸。我是女神，没有吧？他们是女神吧？大屁女神，没有。大正妹，不错啊。剪头发，剪头发，为什么他们人家都剪头发，然后走过去就走过来？没有人打个招呼啊？你们太高了，对啊，我太矮，对不起。因为你坐着好吗？我本人就比较矮，好吗？他们真的很奇怪的。对啊，这个怪怪的，这样才对。又好点，满意吗？结果有人把苏卡误认为雪兔，他说雪兔怎么看起来今天穿的衣服还蛮……哎，之前他们两个真的超像的，认不出来。我靠！哎、欸，除了他头发比较长之外，就认不出来。雪兔头发再长一
对，哎，真的好像啊，真的很像。啊，我没有掉吗？没有。转一下。哎，所以真的要那个吗？要来抽吗？怎么抽？编号抽签是不是？有点糟糕，有点糟糕。兄妹，他说兄妹，是兄妹吗？这是谁的吗？这个谁的？哪个？这个？可以喝吗？你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还是你好，不要年纪最大，年纪最小。这个关是谁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就在那里面，那个箱子里面，右边。我四月。我九月。不要跑，哥哥，来。可是你先。那我们来让。让这里的主人来抽，我们把签最后走进去，走进洞，然后再进去。哎，老弟，我先抽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最后抽吧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接电话。你就抽到谁的礼物，就从那个人再去抽吗？没有，开头啊，先要开头。对啊，新年快乐。哎，要抽礼物啦，先抽礼物啊。没抽礼物了，过来。会不会太那个？没关系，我明天都还有啊。他是这样先抽的，还主持人这样先抽。我抽，我在等你们决定怎么抽。对啊，有后续哎。对，可能来不及了吧？明天啦，明天。好 ，OK。好。哎，我们先抽奖，好，拜。好看。那就是他这样铁锤去打好吧，就是吧。好了，所以我先抽是不是？先抽来。大家长先抽。好 ，OK。好了，就是。希望你抽到我的。你不要先让我致死吧，先让我致死。致死。好，就是。来，等。致死是哪包？等我一下。小声致死。好，今天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就是真的这一年呢，就是非常非常高兴认识大家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那个每个自己的很可爱的优点，那也有是很可恨的缺点，那就是因为这缺点跟优点组合在一起才就是可爱的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高兴，好不好？就是真的在那边年尾2015的年尾。还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这边一起就是来玩这个活动，哎，所以老爷说的话吗？现在好不舒服，老板，我也是有内涵的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呢，我就代表这个工作室的抽奖，这个交换礼物第一抽，好不好？希望我抽到的是一个有良心、有这个负责任的，不要你来，只要你要打开啊，来，也抽到了，先打开，先打开。好，我抽到的是3号，好不好？3号，等一下，我找3号。不要雷哦，不要雷哦！哦，这个一定要比较好一点。三号，打开！我靠！哦，先出这个是谁的？那个是这是谁的？啊，现在不行，现在是小四啊！小四，几天的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先下跪，你介绍一下。我真的是跟你交换礼物哎。因为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抽到你的，对，你抽到我，然后你现在抽到我，所以这次到底好不好？你自己觉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。对，我刚刚真的不错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一支东西。好，我看，而且有收藏价值。我还记得我圣诞节的时候送他一只乔巴的那个，不是乔巴那个船，春阳号。你不要这种表情，你没有特别。可是为什么这包装感觉有点？刚那个有点挤压到。那为什么要把那个撕掉？不是，那个正常要撕。为什么要把那个正常撕掉？没有，我准备很久。哇，3个小时前。OK， 还不错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喜欢。不错。OK。OK。不错。太冷就会死吗？不会抽到我。而且太冷会死。太冷的话，我们排很多啊。19号。在哪里？时间？最后一个。
好，时间现在抽到十九号。我靠！我猜一下，猜一下是谁的？这谁的？猜一个，猜一个。这是菱形的。菱形的。菱形，菱形。我靠，跟他人一样小。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觉得我会失望吗？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会。你觉得我可能不一定会失望？那我觉得我会失望。因为我真的不会挑礼物。好，我来看一下，而且就大概随性挑而已。拿直的吗？高的也是。因为我一开始就拍直。好好好。我也想很好撕好它，可是。没有没有，没关系。哇！还蛮开心的，我。可以带出去。我觉得我应该很努力的要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，因为你看这个是那个嘛，《玩具总动员》那只熊嘛。对，它非常可爱。虽然它都不笑，可是没关系。它有在笑，它在笑，它是一脸臭脸，哪有在笑？自己吐自己吐。然后呢？明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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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星。哦，你要抽，你要抽。明星。来，换你了。跳数字。超适合曹阿姨，观众各种刷。好哎，该不会是我的吧？十五号是你的，不是吧？哎，兔头的，啊，兔头，兔头的，哇，可以，刚进来的，肯定在哪里？刚进来，刚进来吗？大声念一下，这肯定是自己想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才进来。肯定是一号，因为我没有盒子，所以我就拿不进去。啊，所以他说没有兔头的味道。因为确保消费者权益，出货过程全程录。而且他连就是他直接用橡皮筋包装，连都懒得粘，超没诚意。而且我看他日期是24小时以内买的，因为24小时。我要怎么打开？拆个拆个拆个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好像很好。哎，这是麦克风架。麦克没有，是一整套麦克风。哇，一整套麦克风哎！电容式麦克风，电容式麦克风，一整套的哎！我靠！你们拿出来展示一下，拿出来看一下，手牌子、手型号。哇，泡泡纸哎！对，是吧？好想要哦！麦克风盒子不知道跑去哪。麦克风哎，该不会是你用过了吧？哎，有可能。对。哇，又抽二手了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之前这个很好，我们试样子用最贵的麦克风就是这一支二手麦克风。这边已经很多口香，其实这个也很贵，是啊，二手也很贵。有兔味，原味有兔味，有兔味。没有跟你讲，可是有点黄掉啊。不是，不用担心，你可以上跟他叫他要个签名，然后去卖。他的粉丝他要好不好？然后就可以再换一支麦克风了。不对，我觉得你签名你要去卖，说明他更多。因为我音效卡不能用，所以我买来用的，发现不能用就放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算新算新算新。哇，这个应该是今天最贵的，我觉得。真的真的，对对对，不错哎，不错哎，哎，兔头，神秘礼物哎，可以升级升级设备了，送出一个那么好礼物，哎，他是临时找的，他就想说奇怪，没什么礼物可以换，结果他想那个印象卡不能用，结果他就把那个印象卡送给别人，这样到时候明年就可以再拿出来抽一次，别人说哇，三手的麦克风，啊，换兔头，兔头兔头，哇，换后年的四手，哇，传家宝啊，传，这就是每年会出现的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帮我聊聊。兔头冲到13号，是谁的 ？Tora 的。哎呦 ，Tora 的吗？嗯 ，Tora。兔头，这边。快点，先走。快点，不是，不是你拿给他，是叫你在前面插的啊，没事的。猜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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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要这么急啊！太急了，太急，太急，太急。炉边，炉边。我主办上要记录，不好意思，开箱喽。哎，主办，你的牌看不到啊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我之后录影上传 YouTube 给他们看，不要查啊。举高就好了。我后面拿。三号，三号，三号 ，Tora 的嘛。嗯。Tora 出来面对啊。Tora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没看过。我是玉米做的，可无毒可微波。我也是宝玉，我也是马克杯吧？不对，哎，其实还可以啊。哎，不是马克杯。这就是马克杯啊！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马克杯，这个标签还没撕
下来400块哎，400块好贵啊！售价400元，售价400元，刚好达标。那个波尼给拖了抽，换拖了，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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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？几号？九号，400元保温杯，十号，好评的大奖。啊啊我不想知道，超赞的礼物，很适合你啊！真的吗？对对对，现场猜，现场猜，现场猜。可以猜，可以猜。对对对，哎，要面对镜头猜，这一定要给观众看，我精心特别挑了。猜一下，你不要老是那么快，里面很宝贵的啊。就换其他人抽。我看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点！没有，我猜。他是芭比娃娃之类的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还没要结婚呢、啊！我跟你讲，先结婚了，等一下，先结婚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结婚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个，我先让我讲这奖品的故事好不好？第一个是这奖品，我真的挑很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现场。请问你知道我是想要闪婚的意思吗？他现场有超多小朋友的，然后我特别找一个最丑的，找了好久，你知道？哎，都很可爱，但这是最丑，因为他皮肤还皱皱的，你知道？然后第二个是，这是不要做这种打开账户，这是有够贵的，这是真的超贵，不要以为很便宜哦。所以你现在拆开来抱一下好不好？先拆开来抱一下。要抱着他，想抱着他。是拆开弄它，拆开弄它，抱一下，你这样像小婴儿，然后在身上这样抱，你抱给我看，我帮你喂奶，拜托你，你别拿开，然后就这样，快点，拆开喂奶，拆开喂奶，尽量拆。我的礼物跟别人不一样，我礼物可以用的。剪刀在哪里？可是。我很有用心，就是你的了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要细心呵护。谢谢，我相信隔天你就会看到他在地上了。他是活的。大力一点，医生，剪刀，剪刀，真的一定要剪刀。这里，他甩出铁丝，实用娃娃。才不实用！哎，你们回去拿它来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？超实用！你是要实用的？有没有？这铁丝。哎，是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吗？要带着微笑吗？要。还很期待想要拿哎。其实我还蛮期待的，没想到变。我不应该要。今天也是拍。他在对着你们笑哎。有了。有没有？他在对着你们笑哎。笑得我心里发狠。来下一个喽。我晚上就会拿漆把眼睛涂黑。这里还有。有没有看着他们？他对着你们笑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恐怖！老皮的大奖，他手还可以动。有了，哇，还拿手枪！超脏，超脏啊！我是智慧的手，拿下来吧。OK， 可以了。还可以帮他换衣服，这是有套件的，好粗鲁哦，对，好粗鲁，一张小朋友，你知道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不要乱拖人家，这个要剪，这个要剪，一千块，真的吗？你们傻傻的，怎么让被抢？很棒啊，这很棒哎，有没有投票最雷的？然后出来惩罚？没有，有这个，有投票最雷的，从窗户跳出去的地方，我没有最雷。土司送的吗？土司送的，这是谁的？这是那个你说到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土司吗？土司送土司，来，土司送土司，这个可以当
蛮熟的，他在你面前。恭喜恭喜！会这样子的吗？对对对，你可以把它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拆下来了。哎哎，娃娃拆下，娃娃拆下来了，还不错啦，这不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Thank you。哎，大师要记得带走啊。哎，这有一个音。太扯！快打这个打这个！等一下，这是很贵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喂啊！等一下，他这里还有一张 You and Me， You and Me， 你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太难听了。不行，这个画面实在太不堪入目了。他快没心跳了啦！好可怜哦。看他内裤，看内裤。还有他衣服，他衣服，快给你穿！赶快，赶快，你要帮他，不然我没有多余的第三只手。好了，好了，继续抽，继续抽。来了，实在是太……快抽，快抽，抽，抽，抽！好，主持人怪抽，主持人怪抽，几号？几号？几号？打开那窗户，出去啊！六号，六号。小六号，哦哦哦，小 A 的，小 A 的，小 A， 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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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， 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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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北京很快，小燕的礼物，现在小燕的礼物。我很想要小金，给我们传礼金，来来来来，看不到，来靠近靠近靠近，哇，这不错哎。他是真的，你们看到他，他都怎么说？我有说嘴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还有，哇塞，买一送一耶，买一送一，还有这个表情包还没撕掉。还有金哦，传力金 Part Two， 不是，不是那什么，那什么乔巴，传力金，哇，乔巴，哎，好棒哦，你们那边穿买一送一，盗版乔巴，哪有盗版乔巴，正版乔巴，正版乔巴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为什么是传力金变乔巴？小叶送的还不错，没有，我就是我，不是我觉得传力金很好笑啊，跟传力金，可是我觉得传力金很可爱，好逗啊。你带走吧，你带走吧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你抽，快你抽，小爱抽，带回去抽，我带回去抽，没关系啊。老皮的已经被抽掉了，老皮的已经被抽掉了，老皮已经被抽走，不用担心。十八，老皮十八，我太搞了，对啊，或者是八十一，月英的，月英的，你抽头奖了，月英的，月英的，第二奖，你的破千对不对？哪有破千？没听到谁的？我们一直以为你是破千，你不是说你破千？难怪我刚刚打 low 的手气那么背。很多啊，你自己看我前面都打全中，愿意的礼物，你自己看我前面收还要先猜人家线吗？先猜，没有没有，我也是什么？不一样，加加九，我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是跟小朋友配吗？是今天哦。你看有没有？哇，你看还不错，这个。又打的人太多了。哇，天然气。拍一个，就是这个。你给他看这个，给大家看这个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在看什么东西。这个啦，天生活化学。不是，比美盖斯贝。那个天气瓶的那个。真的假的？他会做出，他会做出各种天气。天气瓶，这就有点类似那个纳美那个天气棒。它可以做出各种天气，哎，真的有哎！我要听到什么？就你要自己做。为什么只要他嘴巴里面讲出来放纵，我就感觉是不是？嘴里还是不要讲，完全不会被人家攻击啊！谢谢愿意，我等下就去来做。愿意欢迎，好玩哦！够了。什么？还要自己买酒精？爸爸失格，没关系，他不是老师，没关系，下面等下买一瓶八嘎就好。他说这个还要自己买酒精，我等下去买酒精。买酒精来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他说可以帮冰川里面快速生成。Bonni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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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吗？抽到什么吗？这我不用猜，我这、欸、可是我现在平反我的礼物也不错啊，为什么大家都烂？超烂，世界无敌烂，没有看过这么烂。我知道我中了，还要过哎、欸。我觉得那是邪教仪式，我觉得又那么好玩。你们怎么要拍？自拍棒，哇！下一下有没有觉得我的拍送礼物比这个好？没有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比较好。这个拿来打机车，机车，没有，这个就是拿来打你的婴儿。我买过，打那个，我买过，打老婆，愿意跟风铃说声谢谢。就傻，老婆被救傻。欢迎，谢谢吧，欢迎雨辰。对，我看你们太甜了。我可以拿手机啊，我这里可以拿手机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手机拿来，手机拿来，拿给你看。手机拿来，好可怕！手机拿来，我拍给你看，可以呀、啊，你看，你不要那么恶心吗？你看，是不是可以呀、啊？好恶，我洗不洗？我洗不洗？超恶的。他忽然等下转头，等下招手，怎么可以这么恶心啊？怎么可以这么蠢啊？跟他爸爸一样，谁的？超子，他把他投来不是我，靠妹啊！他其实有点重量哦，看你要带回家，我看我要带回家，十一号吗？哇，这好明显会顾好，下一位，十一号的，那送你了，老婆准备了。但你里面还有一个，然后我再打开就是小盒子，再打开就是小小盒子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还有袋子，袋子里面还有袋子，哇，内有乾坤啊！这个好累啊，我不想做。好累啊！我真觉得好累，真觉得好烦，我想自杀哦。妈妈。啊，这有，这有菜类还可以吃，菜类还可以吃。哇，泡泡纸哎，好特别啊！泡泡纸哇！乐色不要乱丢，乐色不要乱丢。乐色啊！看你用那个乱丢，我叫中年刀。哎，我用高脚杯惹到你了。啊，不是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谢谢老婆，谢谢老婆，该该啊，太想要了，哎，其实我送两个礼物啦，还有个娃娃，好不好？还有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开玩笑，超紧张的表情，他说我是，我不是啊，还有啊，你超了我的，你超了我的，你们虐婴啊，你们。哎，小姐，你在看什么？不行，你每次我看到你们俩。不好意思，镜头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人在虐尸啊。哎，慢点，你要猜的。他们在猜，你又不是你在猜，你我。那你拿给我看一下，虐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看猜礼物好不好？改改的礼物。改改的礼物谁的？麻将的礼物。八九不离十，一定是雷。没有。雷不雷？不雷吗？你先把它拿出来。我孩子送你了，好不好？拜托送你。这个有点重量哦。该。你拿出来，这个还有点。金块。哦，黄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有重量哦。你敢抢？我的妈！你把它打开。不要，拜托。我是保险套吧？拿出来。哇，巧克力口味保险套。没有，这是里面又是空的。没有，你打开。保险套口味的巧克力。你打开。不错。怎么开？你不会把它拉开？没吃过，换麻将操。哎，这好好猛！麻将，金沙。哎，这句话麻将特地从里面怎么放金沙？金沙吗？哎，很猛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啊，听说14号，十四号谁的？哎，麻将，听说你是不是忘了带礼物？14号这个没有啊，就是这个。杯的，杯。
飞飞，保险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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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套，喂又喂，我我，哎，滑鼠来了，哇塞，滑鼠大学的保险套，滑鼠上你保险套怎么保啊？怎么保？哎，我觉得今天第一名是天气，我觉得我是滑鼠了，我觉得我抽到是最后一名。没有，我的虽然价钱很高，但是最后一名。我觉得我抄到别人的都很有趣啊，很棒啊！飞飞，你实用实用，不愧是飞飞送的，果然实用。哇！我们念一下卡片，飞飞，飞飞要写。要我的。还有卡片呢，还有卡片呢。他说谁？他上面写说谁抽到我跟谁交往这样的感觉。他上面写干林。祝你新年快乐，你的圣诞节快乐。真的，你好歹也写大一点吧。我以为你会写什么，我以为写什么很，你这纸那么大张，为什么那么寒酸写上面？写什么很多很感动的话，我很开心你收到我的礼物。他说不定下面要用火烤才会出来。那种，亚当罗的，苏卡的，苏卡的，苏卡，我猜它里面是什么？不对不对，你们讲错是仙侠吗？一拳超人，仙侠，你们全部都是一拳超人的风头。你们全部都是水煮蛋。吗？就是后面出版的，你会继续送到他家？送你是要整套啊？对啊，只有三级不够啊！哎，我觉得刚好满两百五吧。苏卡可能是倒数的，可是我觉得苏卡这个，我觉得苏卡只有男人。我还有留言给他，我还留言给他。他也是随便拿笔记本留言给他，不是拿那种特别写卡片。来，那个菲菲念一下，菲菲念一下。抽到这份礼物的人，请抛下您的羞耻心，中二的 One Punch Man。王胖青面，请对着镜头喊谢谢。王胖青面，王胖青，好重要，好重要，谢谢。你还有加油，还有还有苏卡的徽章，我觉得这比较值钱。啊，对，这个比较好一点。这苏卡签名，苏卡签名。我要送一组，哎，你怎么没送他你的那个后背？这里。好笑的，没有。老板，你有想我挂在哪里了吗？这里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换苏卡抽。你给他讲成这样，人家国家的国宝，你给他讲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两个都是我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下一位，四号，四号，雪兔的，还要抽雪兔，吃，不是给我啦，苏卡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呦，买后杯吗？不是，没有没有。然后一打开就掉了，然后就开始找不到了。耶！高飞狗就没有眼睛变白目了。他逼什么的？来，转过来看一下，转过来看一下。高飞哦，拼高飞的，而且还是盗版的。大家几百块钱都在买这种版权，因为他没有电池的搓衣，所以他是盗版的。来，拿出来乐高，盗版乐高。哦，他还没煮起来哦。没有啊，不会是你煮好给他？来换雪兔，换雪兔，吃什么雪兔了？我送的很好啊，没有看你送什么。哎，如果拿到那个，我今天晚上就会抢到那个礼物。没有，没交完，不可能。碎了，你可以太小了。等一下，喝
等一下，不是我的。来来看一下，来买一块粗米，买块的傲娇，买块的傲娇，买块的梦哎，那个就是梦哎，傲娇没有啦，没有很好啦，打开来，明信片，我还获得一个买块明信片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够了。真的，那我们继续拿下去，看下去，感觉好哎。我觉得这已经比音格好了，真的。结果是另外一只，真的。另外一只，哎，这只好玩，哎，这只好玩。每一只功能是小老头，小老头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嘞。哇，捡骨头，捡骨头那个，这个好玩。这是给媳妇用捡骨头的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哇，谢谢。可以试玩给看看，大家可以试玩。你等下，我待会我们再试玩看看。今年我就交换这个，所以成本全部要压在这。黑鱼准备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错，哈哈哈哈哈！不爽也不要这样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太棒了，这个礼物，哇，这个真是漂亮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感觉碎了，过分，该碎了，该碎了，是不是感觉错？哎，爆了，爆了！瞬间安静，摔坏了。你要抓下面啊！怎么抓下面？你要抓下面。你要放桌上。哦，你要放桌上，是要抓黑鱼下面，他才会想，是不是？放桌上。黑鱼会唱歌。不是那会啊，不是那转他。哎，摔坏了！哎，你刚摔坏了。他刚摔到，他刚先摔到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本来就不爱听音乐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可以当摆设。只想听音乐。惨了，我送到一个瑕疵品。完了！哦，果然是你第二。对嘞，还盗版，对嘞，还盗版，拿去退现金，拿去退现金，拿去退。我刚买的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最后一个大奖，请各位。不要不要，那应该是好的，那应该是好的。等一下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你还。没有啊，他不会动啊，还是转错方向了。动了一下。另外一边。哦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对。我的狗骨
吧？坏了坏了，没关系啊，惨了，一摔就坏，一摔即坏啊。你在 rap 吗？哎，你可以看看我是不是 DJ DJ 怎么样？对对，重来啊！一摔即坏，大奖大奖大奖最大奖，猜个猜个猜个，重来啊！一摔即坏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钞票，你猜不要？钞票，输，钞票也蛮爽的，输，钞票吗？输，罗美丽。最好的礼物，来给镜头背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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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菊妈希望你找个好工作。哎、欸，有啊，真正真正在里面，真正在里面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真正有好朋友。就先把它打开，你就直接打开。对，先把包子打开，然后他应该。哇，吉米这个还蛮厉害的哦。哎，那什么？先给点吉米的，吉米漂亮。吉米，天气品，对呀，你拉，你拉，又天气，做，哪有那么多天气给你摆？IKEA 的那个垃圾桶的那个，小是不是这种？石头上，它是花盆，哦，花盆，花盆你种花吗？你种花吗？大颗子种那么小个，好可爱哦，它有附助哎，有附助，它还附这个呢，有附乳吗？你才有附，你才有，它是这样放的，哦。还蛮雷的，这个是他的植物，不过他植物烂掉了，你可能要再自己买一个。植物烂掉，超烂，超烂，植物烂掉了呀！烂，哎，你可以种绿豆，你可以种绿豆，你可以种那个黄豆，你可以把黑豆啊，你去种。好，谢谢各位今天抽奖，谢谢。哦耶，所以总评最好的礼物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最好是那个。最雷的，最雷的，你今天在我门外。最雷的，你不是最好的礼物在这里。最雷的，最好礼物是老皮的举手，就是礼物。哎，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最雷老皮，还有吗？对，还有，还有最雷的，给大家最好的礼物，最大礼物，今天的礼物超好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哎，这是最大奖。我跟我朋友合作做的蛋糕，然后想就送给大家。哇！好可爱的，对，杯子蛋糕，还对，那还挺可爱。新年趴，哎，这个上面还有我们的新年趴耶，我好可爱的，然后那只是我可爱的，哦耶，太棒了，谢谢，超棒的，每个人都一个，谢谢，每个人都一个，谢谢。第一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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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想说大家跨的第一名，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第二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倒数第二，有，先最后一名最门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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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请大家吃，那我最门口，感谢，谢谢。好啦，那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所以待会呢，我们要小声一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说你要就是要什么活动的，要很大声，你就马上到小房间里面自己开房间进去，好不好？OK， 我们这边房间很多，请自己开，请自己开。OK， 好。我们会有什么酱油？酱油，酱油，酱油，倒数第一，太过分啦！哎，我的 baby 呢？很雷耶！其实我觉得我抽到的还不错啦，这个东西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超用心的哦！太雷了！好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开房间 OK， 开房间 OK， no problem。哎，那我送人跑哪去了？跑去另外一边。你送人在小爱那边。在哪里？然后来来来，他现在在被那个保姆啊，保姆拖出去。哎，那个保姆，老皮的娃娃不错，要给我来啦，这个比较实在啊。
好啦，这吉米送的啦，求职那个求职表掉下去了，你怎么会想说这个啊？今天要感谢买块提供那个人有一块蛋糕，保姆那个不错哎，他今天还有这个，可以贴贴电脑上面，直接贴电脑上面啊。好吧，祝大家就是过新年的时候可以驱邪一下。保姆来了，你看，照一下海猫，还有猫。保姆来，来，这是最新款的2016年农民历哦。所以你是九处女郎，对不对？哎，九处女郎，哇哇哇哇，小恩，不过我不想预告那。刚好那看一下，待会有空的话，我们玩一些游戏啦。哦，就是今天晚上，老爹这边会组，大家组个看有谁要一起玩，就来玩一下。亲爹，是 Tora 你的孩子，你那边亲爹没有 ？Tora 你养的？还没。我还有保姆托运呢，我跟你讲。Tora， 有当爸的感觉怎么样？啊，终于又老了，又老一岁了。对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你刚才那么暴力对待你的亲儿子？这是儿子还女儿啊？这应该女的啊。女的吗？为什么？我摸过了，我摸过了，他没自信。一下。母的。那你儿子还不错啊？为什么你要母的啦？你女儿还不错啊。我摸过了，他没自信。而且你女儿她有自残倾向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有时还会这样子戳眼睛。真的。这有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。你看你女儿手还不错，你看。你得好好养她，我菲菲也告诉我。这有点厉害，为什么？你女儿还蛮厉害。我真的没办法释怀啊！我女儿怎么会这样？你女儿还不错看啊，我觉得还 OK 啊。我觉得那 DNA 要去验一下，你觉得呢？水痘很帅啊。等一下，先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女儿连脊椎都有哎、欸！不要给她裸体，背脊都有哎、欸！保姆，麻烦托运一下。还不错啦，我觉得这个礼物还 OK 好不好？保姆，喂、你又倒了！哎，托儿服，Breaking。来玩，快点！我看着都醉了。对，你都骨头了。跟你换一件。一个 breaking， 你换了我看着我都醉了。我们来玩都骨头，快点。breaking。哎，其实很屌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这礼物还不错玩啊。就你可以比如说抓一只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样旋转。而且还可以头转是吧？对啊，这其实也是还不错啦。我觉得它这个本身也是不错的玩具啊，你为什么那么排斥它？我是没有排斥啊。脚可以动哎、欸，脚是可以动的、啊。脚。噔噔。这边还有两瓶。两瓶什么？红酒是要给大家喝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一个人一瓶可以。大家分。噔噔。你要知道我看着我都醉了，你知道吗？噔噔。保姆有人愿意看保姆。该干嘛？吃完就好了。保姆有人愿意。你看他虐音了。Breaking。好饿哦，我还是给你好了。这礼物其实不错啦，我觉得蛮 OK 的，也是可以，可以哦，还蛮不错，可以接受。好啦，那就是差不多先这样了啊。我觉得我送的礼物不错啊。你送哪一个？一拳超人。你为什么这样？我觉得我的比你强。老板还没到。你去就会弄投票，我的比较强，他比较强。至少我的还有笑点啊什么的。一拳超人很棒，是不错啊，但是就很震惊啊。太正经，太正经。可以帮我送到他认真系列嘛，对不对？认真系列。我不能苟同。马上送到。我的礼物怎么可能输？小孩那边快点。我看着我都醉了。快点啊！他嘴角。不要笑点。是。他说不要笑点，是每一点。送他们呢？是要我送全部？对。红白话明天啦。我看了我都醉了。红白的话是明天会玩，好不好？我会的。OK， 那我到托运了。
那我觉得待会呢，我们可能要先收台一下，然后晚点开台就陪大家倒数啊，还是什么玩什么？因为其实最主要的活动是在明天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会有什么观众 call in 啊，然后一些像玩游戏的活动。因为今天晚上其实我觉得是要属于留给工作室的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可能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其他开台的活动，那请大家见谅啊。不过晚点还是陪大家一起倒数，不过因为现在夜深了，最近房东听得很紧，所以我们要小声一点点。再过半小时就明天了，红牌再玩 R6 可以啊， R6 是可以的啊。穿毛衣的女生是谁啊？你说那个吗？月音啊，月音，那位是月音，那位是月音。苏卡光袋子的图就赢了。农场啊，不要啦，大家今天过年过节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晚点开台咯，好不好？大家我们就晚上见。今天晚上会熬夜玩一些游戏哦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大家都没节目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还是有节目啦。OK， 那先这样喽，待会见。OK， 不要再给我娃娃，拜拜，待会见，拜拜。